创作何其神情专注，南部金丝谷内挑大梁展演七月吉祥月，小清奇不会，小细节也要高度要求。看远观花，头抬高，腰挺直。八月初就要登场，演艺人员齐聚，来自台北的志工分曲目个别指导，不止外在的肢体要到位，内心更要下功夫。鼓励他们，邀约他们一起持斋戒，就是用一个很虔诚的心来录这样的经藏，做这样的法会。祈福会演绎父母恩重难报经，透过肢体展演意境，经文意涵丝丝入心。感念妈妈、爸爸，还有家人啊、朋友，就会要讲话之前，就会先想一下，这样出口才不会这么冲或者这么伤人。再偷看，头探出去，就这样。无声说法，每一个动作都是内心戏，透过祈福会的演绎，期待每一个瞬间都能扣人心弦。他不是来看表演，他是用一个忏悔的心，或者一个体悟，或者一个人生可能对他是一个转悟，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表达。想要社会祥和，就要人心净化，期待七月吉祥月孝亲祈福会能带给大家醒思，找到生命意义。大爱新闻潘真、张瑞平高雄报道。美国慈济和